让咱婚姻人有一个骄傲感，感觉讲咱婚姻不是着毛尾落衰，咱嘛会当办大型的活动，咱嘛会当进步，咱嘛会当向前冲，这是上重要馆长爱做的。啊，你这种馆长做甲到，予婚姻人就有公平、就有民主的，对不对啊？第二项，我要甲大家报告，婚姻。咱的四大人人口真多，65岁以上的四大人拢总伫婚姻超过17%，全国第二名。阮嘉义吼，嘉义市较低一线，阮差16%，恁17%几。啊，所以要让所有的不是干那咱的四大人有互人照顾到，要让咱的少年的要拍拼的会安心，就是四大人会当快快乐乐、欢欢喜喜，对唔对啊？啊！四大人快快乐乐、欢欢喜，咱李进龙馆长咧送老人食堂，即马全国已经有88位啊，予老人逐天快快乐乐去老人食堂食饭，安尼有赞啊无啊？予老人安心，就是予少年的安心；予老人快乐，就是表示这个馆会当继续发展。老伙仔人、四大人会使快快乐乐，逐天过生活。少年人就安心去拼生活，安尼，咱的婚姻才会进步，对唔对啊？所以，加那这两点，咱看到李进龙馆长这四年来打拼，前苏迪芬馆长接落来农业首都，咱继续要拼智慧农业、绿能大县，要一项一项做，要婚姻愈来愈进步，进得过婚姻。脚步唔通停，安尼对唔对啊？但是，我嘛要来报大家报告，相对的咱的对手无啥共款哦，无啥共款哦。听讲这个对手是我立法院的同事啦，吼、哦，啊我立法院的同事，我其实立法院我嘛罕咧看到伊，啊就逐工唔知咧无用啥，啊伫立法院内底嘛无啥物表现。敢若特别拢看到伊啥，出来咧浸鸡卵啦，咧浸水球啦，咧浸米粉啦，啊，即款的立委吼，老实讲嘛，毋是真好的立委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上重要的是啥？上重要的是该委婚姻、该替婚姻争取的到底有争取无？最近常常讲一项，讲一项叫做咱的水质，农田的水质，伊最近讲又要收规费了，有无？有讲无？啊，但是农田的水井。过去伫去年，就予李进勇市馆长开除了，对唔对？去年的4月已经唔免收过去啊，伊即马阁驳一个讲爱收，啊爱收阁摕一个收据讲，你看有收，但是伊摕收据是啥？摕收据是工业用水井，唔是农田水井，这就是啥物？这就是造假，对唔对啊？啊，我等咱所有在场，咱这上有智慧婚姻乡亲请教者。造假的人，敢要做好馆长会阿袂啊？造假会当做好个馆长无？会阿袂啊？所以婚姻人非常有智慧，真清楚。工业用水井甲农田水井本来就是无同款的。农田水井伫咱李进勇馆长的努力之下，已经去年4月开始就无收规费2700块啊，对唔对啊？第二项代志。这两天雄雄都摸一个什么出来，叫做工商综合港，说他很有计划，他很有 idea， 所以他提案叫做工商综合港。但是工商综合港，我这吼，我现在是民进党团的干事长，所有法案都要我看过、哦啊、我看工商综合港本来是产业创新条例里面有规定，咱婚姻列做工业港，足清楚，特别了迄个所在，工业港。所以你也要改工商综合港，你就要必须先改产业创新条例。啊，我来大家报告一项，咱这个对手一个社长的立委，伫立法伊讲到工商综合港，拢总讲几摆，有人知影无？有人知影无？讲零啦，一摆都无即阵啦，一摆都无讲到啦。啊，产业创新条例拢总提了3个，这3个案，张立善立委拢有连署，分别是蒋万安的案、陈昌明的案、曾明忠的案，3个案无一个案讲到工商综合港。
啊，雄雄选举开始提出来，讲我替分林要争取工商综合岗，安尼有影无啊？有影无啊？无影无食，啊，咱就卖选予伊，安尼好啊无？所以我要向大家报告，台湾上重要的价值就是民主政治。民主的价值就是咱四党有一摆投票的机会，咱感觉上好的人，咱就大大力力转落，这就是台湾的民主价值。但是台湾的民主价值不是靠用嘴讲的，是一项一项实实在在做的。啊，咱看到李进龙馆长一项一项在做，一项一项拼。啊，咱看到对手，干那要用造假、要用抹黑，这个方法不是民主政治，不是民主的价值啦，对不对啊？